Mr. Hsu. Welcome. Deputy. Welcome. Nice pleasure. Welcome. Yeah. Well, Mr. Deputy. Our Prime Minister would like me to convey his greeting. Now, present the message. Is it a Chinese version? Is it English? I prefer the Chinese version. Thank you very much. I'm sure you will know. It's perfectly all right.一致的，我们向他报告，我们怎么样希望来促进投资，我们是不是要增进两国的这个贸易，希望来对他们这个所谓这个国家发展的计划能够有一点点的贡献，包括这个职业训练中心等等。我相信我们的报告，所谈的内容，他相当的肯定。 也相当的，还好很研究。他说南非是个新政府，有更好的机会，有更好的想法，所以他觉得今天我们所提出的意见都跟他的想法相同的。那么同时，他也向我表示，他自己愿意访问中华民国。 同时，他不但访问中华民国，他还希望能够带领他们的官员，真正的去了解我们的国家的发展。大家的话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大使那里，大使，那副主委就这里好了。